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92页。从倒数第四行看起，微尘与无量佛所，广知众善之人，方能修此，普救一切世间之心。所谓救世之心者，这首偈颂前面两句说明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特别是遇到这个法门，很不容易啊，确确实实曾经在无量佛所广种善根啊，才能够遇得到，才能够发心修学这个法门。这个法门也的确是普救一切世间，不单救自己，救一家人，救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，这一块土地的人，还能够救世。这个世的范围非常广大，不是这个地球。是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。所以经义深广，没有边际，这才叫救世之心，是设方一切如来的本愿，一切如来的本心啊，祝福的心愿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啊，设法界的众生，没有见性，都是以阿赖耶识为主。这个地方有个绝大的错误，把阿赖耶当作自己的真心，就造成这么大的误会，造成这样的苦难啊，设法界的流转，六道的轮回啊，从这么来的。只有这个法门能普度啊，上面能教化等觉菩萨，下面直通到无间地狱。一切众生遇到这个法门，只要他能信，
愿意往生，老实念佛，都能得度。啊，都是阿弥陀佛所摄受者，这不可思议。一切诸佛如来所摄无量法门，只有这一门能普度，其他任何一门都是度一类众生，啊，不能普度。如果真知道了，真的明白了，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呢？死心塌地，专修一门。其他一切呢，肯定是放得干干净净，啊，不再理会了。为什么呢？机会太难得了，时间太宝贵了，啊，一分一秒都不肯虚度，啊，分分秒秒都是在阿弥陀佛之中。真明白了，真懂得了，一定是这种气象。啊，如本经所说的，当来一切含理，借依此法而得度脱苦。这是世尊在这一会里头所说的话，人于自救。啊，什么叫自救？救自己出离十法界，这叫自救。啊，救自己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救了一半，还有一半。啊，必须要脱离十法界，真正得救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圆证三不退，这个就是阿惟越致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。啊，真的得度了。因为别教三贤菩萨、大乘全教菩萨都有退转，不退实实在在不容易啊！只是这些正果的人，他退转有个底线，啊，绝对不会退转做凡夫。啊，底线是什么呢？小乘是须陀洹，大乘是初心为菩萨。啊，这些人把三界五种见惑断掉了。啊，所以他不会退下来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，见惑没断的，还执着身是自己，还有边界，边界就是对立。啊，还有成见，啊，执着自己的意思。自己的见解，这叫成见，这是决定继续搞六道轮回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天堂地狱它都有份，他行善积德升天堂，
造作地狱业呢，他必定堕地狱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啊，不能不清楚啊。啊，人生在世间非常短暂，到大家了，有我这个年龄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啊，86岁，86年呢，一弹指，就这么快就过去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啊，不在意，所以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。啊，到年岁大了，逐渐老了，会想到老，老得这么快。啊，100岁也不过一弹指之间，算什么？啊，100年当中，天天造轮回业，这叫愚痴。啊，不是说普通人，说学佛的人，说修道的人，不知不觉的都在造轮回业。啊，起心动念有个我。这就是轮回的主。啊，我要名，我要利。啊，我要怎样怎样，这就是轮回。啊，你修善积德，欲没有拔掉，离不开欲界天。啊，就是七情五欲，你还有，你就出不了欲界。欲界欲望上去，这个欲望啊越淡薄，到非一些到这个是第六天，他化自在天。这个欲念的习气很薄，但是还是出不了欲界。啊，必须弃清五欲这个念头，它不是断了，是定功扶住了。它有禅定的功夫，把它扶住，不起作用。这升到哪里去了？升到初禅天。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就是第28层天，这个习气依然没断呢，扶住它不起作用啊。这个定功有期限的，色界无色界，定功时间都很长，那就是他的寿命。啊，最高层的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佛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寿命80000大劫。一个大劫，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。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，他有这么深的定功，可是还会有到的时候，到了了，定功失掉了，失掉之后啊，阿赖耶里边的种子就起现行，啊，通通都跑出来了，这跑出来心乱了。
啊，因为你爬到最高啊，再没有最上的了，那当然往下堕落。堕到哪里去呢？绝大多数堕地狱。啊，为什么？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很容易造成误会。这个误会啊，肯定你会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毁谤三宝罪业是无间地狱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不知不觉的误会呀，是成佛了，是证如大般涅槃了。啊，到寿命到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心里头妄想杂念又起来了，这佛说的般涅槃不是真的，这叫谤佛。啊，对于自己修行这个法门，费了不少苦功啊，修成了，四禅八定了，啊，不是究竟，起了怀疑了，谤法，啊，依照这些修行的人，通通堕落，对三宝的信心丧失了。这不是三宝的过失啊，完全是自己误会的过失，把假象当作真实。啊，真实的东西连边都没有沾到。啊，这样修行的人非常非常多。啊，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能信、能愿、能念佛，往生净土永远不退，它是真实的成就，比修四禅八定容易多了。啊，往生的功夫成片，那样的功夫比不上初禅天，所以初禅天人要是遇到这个法门，他决定得生。啊，生凡圣同居土上三辈。凡圣同居土啊，上品上圣啊，有定有慧，成就容易啊。但是什么呢？遇不到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遇到不简单。不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真厚啊，你才能遇到。啊，遇到了，完全看你的智慧了。啊，真实智慧就是放下万缘，一门深入，他这一生决定成就，不继续再搞轮回。啊，没有这种智慧，还想广学多闻，还离放不下名闻利养，这一门只是说对净国净土的善根福德提升了，去不了。啊，说明什么呢？善根福德了，达不到这个标准。啊，这个我们很容易看到，
这个现象非常普遍。啊，听到就相信，就真干，像锅炉匠那样的人。啊，那样的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个经上说的，过去生中曾经与无量诸佛佛所深种善根，这一生一听到就成熟了。啊，这是一般人不能跟他相比的。他这善根成熟，所以听了就相信，就接受，就真干。啊，地仙老法师对他的赞叹，天下弘宗研教的大善知识不如你，这话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啊，弘宗研教大善知识，他们的善根福德不如他，他的善根福德深，弘宗研教的反而浅，怎么能跟他相比？啊，这是从智慧上说，然后再从福报上说，天下四大名山，这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，那是福德，你的福德多了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方丈住持有福报的，比不上你；弘宗研教有智慧的，比不上你。啊，但是你在这个世界默默无闻，没有一个人晓得你。啊，不需要人晓得，需要人晓得的，那是名闻利养没放下。真放下了，我何必要人知道？人知道有什么用处？啊，对你恭敬一点，赞叹一点，把你的福报都全消掉了。啊，人家瞧不起你。没看在眼睛里，你那个福报天天在增长，一恭敬一下，你佛笑了。啊，这都要有真实智慧。啊，所以要有慧眼呢，会看人呢。什么是真智慧、真福德？什么是假的？啊，假的依旧搞六道轮回，出不去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方法不容易啊。人自救，普救一切世间，一切世间是十法界，戒因修持。度世之行，把这一门好好修好就成功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有能力救十法界。啊，自己虽没有成就，但是得到阿弥陀佛智慧、神通道理的加持，让你的智慧能力、善根福德就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你做阿弥陀佛的代表，啊，你就能分身化身到十法界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能现什么身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确实能普度众生的，比自己修成呢要快的太多了。自己修到这个境界，到哪一劫去啊？不是讲年呢。
啊，真的要修无量劫。啊，可是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两三年的时间足够了。啊，黄忠昌居士有智慧，有福德。啊，大智慧，大福德。啊，他听到这个法门，发心做个试验，看三年能不能完成。两年十个月，日知时知完成了，说明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在三转法轮当中叫做正转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。此行即下文中文以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，这把方法说出来了啊，这个行这叫真修行啊，修什么？真正接受了，接受之后真干，这个持就是真干。啊，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接受了，他听懂了，没有真干。啊，只有这个字下头都没有。所以他不能成就啊。不能成就就是继续去搞六道轮回。这很可惜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持，持什么？我要坚持到底。学锅炉匠地仙老法师教的方法，那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就是这一法，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不分昼夜，地牢就传他这个法，这个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不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的人不能接受，他能接受，他能坚持啊，三年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，往生还站了三天，等地仙法师提的办后事啊，这在我们面前是最好的榜样啊，一生没人瞧得起，没有人重视他，他的福德智慧保持得很圆满啊，别人赞叹一声就消掉一声啊，福报就消掉了啊，听到赞叹欢喜啊，智慧也消掉了啊，要什么人赞叹回报都不受影响的，
赞叹回报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这是定功啊。境界先前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不动摇，不受干扰。啊，别人赞叹智慧，自己想想，我们智慧比不上文殊菩萨。啊，赞叹你有福报，你福报甚至比不上阿罗汉。要往上。心就不动了，要跟世间人看，心就会动。啊，我比别人好啊，别人不如我，完了，白修了。啊，以古人做标准。我们这种傲慢的习气就化得干干净净。啊，展开印光萨大师文潮，我们能写得出这样的文字吗？能写得出这样文章吗？不如啊。我们比他差远了，不说古代的，古代的更高，近代的，地贤法师留下来的这些讲义，云英法师留下来的。虚云老和尚留下来的，虚云老和尚没开悟啊，得定，他得禅定没开悟，民国初年的这些大德，居士夏莲居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。在台湾，李炳南老居士的全集，你展开来看看。我们能比得上吗？所以，嫉妒傲慢呢，马上就消除了。往上去比，不要往下。往下就毁掉我们自己，往上这是提升。大乘经教字字句句含无量无边意，从自信当中流出来，这是任何人不能比的。我们的自信全迷了，诸佛如来是全悟了。菩萨是悟多迷少，声闻缘觉是悟少迷多。设法界的凡夫全悟全迷，这六道特别是六道全迷呀。
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知道之后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那种谦卑、真诚、恭敬，自然流出来，不必要学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心得。不敢轻视一个众生，你会承认、肯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见任何众生，蚊虫蚂蚁，你都合掌蚂蚁菩萨，从内心里自然称赞，不敢轻慢。啊，这是救世之心啊，要从自己做起啊。啊，自己做不到，救世是假的，有口无心，有口无心，你没做到。那么受持。能受持了，还要熟悉。这个熟悉是流通，一定要把自己所得佛法殊胜的利益与有缘大众分享。啊，喜欢讲，喜欢介绍，喜欢劝人。只要对方能接受，不能接受的不说。啊，不能接受的，遇到只说一句话：“阿弥陀佛。”这一句佛号，一入耳根，永为道种，给他种善根了。啊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佛号种子。这对不能接受的啊，能接受的，看他程度深浅，程度深的深熟，程度浅的浅熟啊，务必要他知道佛法好啊，好在哪里？学佛都是好人。第一个给他这个印象啊，我们学院在图文报十年，没什么功德了，大家都没真学，但做了一桩好事，让图文报的市民，个个人都知道，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。啊，十年就做这么一种事情，算是不错了。啊，感动了，他们把十多个宗教，包括土著，人家不知道，知道你是好人，你有善心，你不会害人，你不会骗人。跟你在一起放心啊，只做到了这一点啊。他有困难想来找你帮助，你真肯干，你不会拒绝啊。所以图文巴的宗教能够联合起来，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，这全世界头一个啊，做成功了，我们给他宣传
啊，让别的城市都知道，都来向他学习。啊，叫真干呐！读诵、赞言、供养，这三桩事情是受持的行动。你真正受持，这三桩事情一定会做到，每一天不中断。读诵大乘，就是指的这一部经。这部经是大乘经，是大乘经的精华，是大乘经的核心，是大乘经的第一经。这个不能轻视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华严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愿望导归无量寿经，啊，华严代表一切经，啊，最后归净土，所以净土是真正的第一经呐，每一天要读诵。每一天要赞言，赞就是讲经，赞叹呐、啊，戒引大众，言就是要把它做出来。啊，这个经典的理论，变成自己的思想。啊，每一天想这个经论，不知不觉的就变成自己的思想，起心动念跟经完全相应。啊，口里头说话，所以三句不离本行。啊，你所说的全是经里头佛的教诲，而且这些教诲自己做到了。啊，自己做到了，这就是言这个字。啊，把这部经典理论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，落实在日常工作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。这个城是什么城呢？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模型呢？我们住在一个村镇，要把这个村镇变成极乐世界的一个小村镇，然后慢慢扩大成为极乐世界一个小城市。由这个成果出现，谁不相信这部经典？谁不学习这个经典？谁不愿意过极乐世界的生活？这就成功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对于宗教圣城的理想、期望。
啊，我们做成功了，鼓励其他宗教。啊，也找一个地区做实验点，把他们宗教的精神、宗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地区。啊，全世界也要看那个宗教到这来看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人民要做到这两句，无论是哪个宗教，闻已受持即书写，读诵赞言并供养。人家来参观来接待的，我们来接待，这就是供养。我们把城市做成的成果供养给大家。啊，供养给这个国土，供养给这个社会，供养给这个世界的居民。啊，做出典型，做出榜样。如是一心求经法啊，这是真正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现在心清净，语清净，身清净，三业清净啊，三业清净，依照佛的教诲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果；善护身业，不涉律仪。啊，律仪一定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下手，这是真实的。啊，不从这里下手，没扎根。啊，没有根，很容易动摇，风一吹倒掉了。这风是境界风啊，名闻利养。财色名食睡，这个风一吹就倒了。中国儒释道这三个根扎下去，根深蒂固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能经得起？啊，现在难就难在很少人能认识。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会真知道他就真干，没有干，张家大师说的他不知道啊，知道哪有不干的道理啊，哪有不认真的上端表文心次金，这是前面一首偈子啊。这一首偈呢，在引申其意，从文心而起愿心。啊，前面说的是心的，先从正面说。再从反面说，啊，有心才能够有愿有心，啊，受是心受，持是智持，依教奉行，啊，发菩提心呢，也想专念阿弥陀佛。这是心那么前面这一句话千万不能疏忽，就是发菩提心这是
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？第一个因，欧益大师说了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无。信愿就是菩提心，品位高下，在持名功夫的深浅，念佛的功夫深，品位高；念佛功夫浅，品位低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心愿。啊，心愿最难了。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，那是上上根人才得受用。中下根人不得受用。我们听了信不信？信，信做不到。啊，愿不愿意往生？愿。愿不踏实。如果说现在就往生，不去了。啊，我这个地方精进佛起，外头挂个招牌，7天决定往生，你看有没有人来？一个都没有。7天就要死，不能干呐。他还要长命百岁呀。可见的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佛说的这些话，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，啊，才知道字字句句是妙不可言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要依照观经，是净土三经之一。观经讲理论讲得多，讲方法讲得详细。啊，菩提心的体，至诚心，这讲得清楚啊。啊，相，讲体相用啊，相是身心。用是回向发愿心，啊，回向发愿就是大慈大悲，啊，我们把经上所说的跟起心不是往生论上一对照，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他的修学心得报告。啊，往生论上讲的菩提心，体是直心，相是身心，用是大悲心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菩提心的作用是大慈大悲。啊，身心是什么呢？身心是自受用。啊，自受用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啊，所以20多年前我在美国讲经，讲菩提心我就用经题。啊，至诚心是体。真诚到基础，啊，
真诚的相是什么？不自欺，不欺骗别人。啊，这是真诚的相。要用真诚心待人接物。啊，对自己要求的是清净、平等、觉悟。啊，对待别人，大慈大悲。啊，慈悲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。啊，这个是大乘佛法的伦理观。啊，伦理是说关系。啊，关系里面讲到最亲切、最密切的，无过于一体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、万事万法是心现的、心生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十变。啊，心生心现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十宝庄严土，不离自性呐。啊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跟弥陀什么关系？一体的关系。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什么关系？一心的关系。一体一心，那怎么不能往生？当然往生，必然往生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实在讲是你自己的愿望。你想不想去？你对这个世间有留念，就去不了。对这个世间看清楚了，没有留念，那你去成了。啊，这个世间内有烦恼，烦恼上有我，有自私自利。有名闻利养，这是内的烦恼。啊，还有内烦恼有贪嗔痴慢疑，这内的。外面呢，七情五欲诱惑你。啊，烦恼跟外缘一结合，你就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是听说的，我没见到过。现前在眼前，我见到。我接触到了，我留念，我舍不得分开，这就把你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姻缘就错过了了。啊，你再等下一次，等多久啊？要等无量劫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你要等那么长时间啊！但是佛知道，你决定会成佛，这是完全肯定，不是假的。你在什么时候成佛，那就很难讲了。全操在自己，不操纵在别人。啊，你下定决心想怎么做，谁都拦不住。所以，果报真的要百分之百自己承担。啊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
啊，那为什么有人能经得起诱惑，不为外境动摇，他就算成就了，没有别的。原因当然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、最普遍的一个就是读诵。啊，赞言就这四个字。啊，读诵是真干，天天读经，天天亲近佛菩萨。读诵就是佛菩萨开始，天天听，永远听不厌，越听越有味道，越听意思越明白。就其味无穷啊，到无量意啊，听了之后喜欢跟别人分享，头一个是你做到了，言是做到啊，这真有受用啊，真实利益了。听到之后做不到，你不得真实利益，你只是有闻修没有啊，闻思修三桩事，你只有第一个，后头思修都没有啊。思是开悟，修是真干啊，落实了啊，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教化众生，一定要用身教，根扎得稳，扎得深，为什么？让人家看。人家看一年，看两年，看三年，你都不会改变。看五年，看八年，看十年，你还不改变，他就说你是真的。啊，只管自己天天做，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，不理会。久久大家默认他会受感动啊，受感动就会起效果，我们意料之外的啊，我们希望世界上能够有一个模范城市，但是不敢指望啊。那么学院建立在那里，经常活动的人大概70个人左右，不到100人。十年行善积德，不讲修行，修行是持戒念佛，这个功夫我们很差，但是行善积德呢，做得还不错，世间法啊，居然感动了这个小城的居民啊，宗教自然合作啊。我们过去在新加坡，宗教是我们主动拜访，一家一家去拜访。在图文巴没有，在图文巴宗教联合由我们办活动，发邀请函给他。
不是一家一家去拜访的。啊，他们主动提出来，我们要把这个小城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。好啊，我们想了这么多年了，有人提出来，不是我们提出来的。啊，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看出他真有诚意，我们很受感动，我们赞他，我们全心全力协助。啊，他们有心，我们决定成就他们。啊，用我们的影响力帮助他。这个影响力还是来自早年庐江汤池的成就。啊，所以汤池没有白做。这个影响力在国外很大，啊，特别是联合国。啊，这一次联合国主动来找我们了。啊，许多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，他们发起。啊，他们大家愿意来做这桩好事，真正想化解全世界的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好事，这是我们梦寐以求。啊，要能成就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前途，有希望。啊，和谐的根，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。汤恩比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大乘佛法，啊，孔孟学说。大乘佛法真正能给世界带来永久安定和平。啊，所以我们鼓励全世界年轻人学习中国文言文。啊，直接去读中国的四库全书。啊，四库全书内容是什么？是中国千万年来古圣先贤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全部记录在其中。啊，关于做人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智慧学问，啊，这是人类共同的遗产，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。只要你学文言文，文言文是把钥匙，你就能够打开四库，享受这些智慧方法。佛家讲德行呢，
一向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从锅炉匠的例子肯定这一句，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也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难信之法。以后人家问我们净土宗难信之法是哪一法，你就可以跟他说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难信之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就是这十二个字。同时附书写，书写是流通。现在大量的印刷流通，读诵是自信，自己修行从这开始，不读诵行吗？行，上上根人，像锅炉匠，上上根人，他不要读书，就一句佛号就行。上中下三根要读书，为什么？他没有那么老实，没有那么听话。一定要教理做根据。印光法师在文钞里都说得很清楚，84000法门，门门都要依经教，要不然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是为什么？门门都有经典做根据，说明它不是迷信，它不是幻想，它是以高深这个高深的智慧学问做基础啊。包括弟子规感言篇所依的是真智慧大学问，他才有那么大的力量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一定要懂得，这都是所谓难信之法了天天讲，常常说，几个人相信？我们不是说社会大众，我们净土宗修行不错的人，弟子规没做到，感应篇没做到，十善业没做到，何况其他这是证明真正难行。
所以读诵要紧。读诵是修习、修定、修慧。啊，赞叹是讲经，把这个方法、把这个法门、把这个经典介绍给别人。释迦牟尼佛讲经就是赞叹，啊，演说是身教，我真正把它做出来，身行言教啊，不做出来不行啊。啊，做出来是身心。啊，别人看到了，生尊重心，生欢喜心，想跟你学习，你再用言语教他。事出世间圣贤，教学传法都是用身教，啊，别人知道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言教大家不相信。你自己没做到，你在骗人。啊，一定是先身教，后言教。师尊，先开悟啊！孔子，先三十有成。啊，父子自己叙述他，受有志于学，啊，立志学圣贤，啊，三十成就了，这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，七十。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圣年圣年，成就向上提升的，无不是以身教为主，啊，言教是辅助。佛家说正足双修，读诵是正，啊，赞叹演说是足，啊，供养。这是果啊，在大乘教里面，这个供养就是讲的四学法，把我们自己所修行的成果布施供养给大众，这是普度众生呐。救世之心呐！啊，自己做不到圣人那个样子，怎么能救世？
在今天社会尤其迫切需要啊，眼看着这个社会走向崩溃的边缘，人民普遍丧失了自信心，有史以来没有过啊。我们今天碰到这个困难了啊，从哪里救起？从自信心救起。如何帮助他恢复自信心啊？一定要做榜样，空口说白话没人相信你在世法，我们要把五伦做出来，五常做出来，四维八德做出来，这你相信你。在佛法里面，五戒十善做出来。三规六合做出来，六度十愿做出来，也相信了啊！这个就是赞叹演说啊，以这个为供养啊，我做出来了。把这个成绩啊成果供养大众，供养社会，供养一切众生，供养诸佛菩萨啊。这个念老在此地说得很好，供养此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，意思把这一部经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言行啊，自己的模样。给设法界一切众生就观看，希望用这种真诚、慈悲感化众生，让众生生起信心，啊，一起来学习这部经典。啊，真正要是把它落实，这个地区要是一个村庄，它就是弥陀村；要是个城市，它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是个弥陀城。啊，这样带动，这世界有救啊。我们信心能生得起来啊，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决定往生，如是一心求净法。决定往生极乐国，假使大火满三千，
成佛未得岂能超？这一首偈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如上种种甚妙功德，甚是殊胜，妙是微妙。前面所说的信、愿、行，甚妙功德了。均以至诚心、不二心回向净土，求生极乐。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，在今天，弘扬大乘，弘扬净土，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艰难。为什么？过去的人有信心，不怀疑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信心，有很深的疑惑。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不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能相信有极乐世界、有阿弥陀佛，就像佛经上所说的，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现在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他就得到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所以他能相信，他能接受。这些人很少不多。多数人不能接受，没有这个善根。所以今天让人起信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出榜样来给他看。往生的时候开往生大会，应该是40多年前。香港活动居士的夫人往生的时候，他就开往生大会。这老太太很聪明，往生前他邀请学佛的朋友，都他认识的人，在他家里搭个佛席。佛期圆满的那一天，他请大家多住一天，不要离开。大佛期都住在家里，告诉大家明天往生，他明天往生，希望大家呢送他往生，多留一天。当然这些人都愿意啊。老太太一点病都没有，身体很健康，怎么可能去往生？到第二天
他请了新闻记者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，没有广播，好像广播有，没有电视，请这些记者们来报道，参观报道，真的，他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盘腿坐在那个地方，大家念佛送他。往生的时候到，他告诉大家，佛来接引他了。他看见别人看不见，跟大家告辞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说完之后，真走了，震动了整个香港。老太太一家，基督教徒，虔诚的基督教徒。儿子媳妇很孝顺，老太太念佛不反对，家里供的有佛堂，他专用的。最后这一天，告诉儿子媳妇，我们母子一场，希望呢，我往生呢念几句佛号送我。算是我们母子一场的恩情。这个要求没有拒绝，家人都同意。看到他这样的往生，全家都学佛了。要拿证据出来给人看呐，没有证据不相信啊。全家幸福。最后把家里房子捐出来做道场，就是现在的东林觉院，那个房子是他的以前他们的住址，很大，当时何东觉寺是香港首富，老太太这个表演精彩。非常可惜的这个道场没有做净土专修专弘的道场。如果这个道场讲净土无尽，天天讲40年不间断，念佛堂念佛不间断，那还得了啊。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这样的念佛进修真实功德，真正往生的这个例子，现在还是很多，很少人报道，不是没有。真有我们常常听说真正往生的人要想成就大功德，要像何东老太太一样，前几天通知报馆电台都来采访，当作新闻报道。没有别的目的，目的是让大家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要想深入了解这个道理，看《无量寿经》。把《无量寿经》研究通了，理论依据就找到了，
晓得这个事情是正常的事情，一点不稀奇，一点不迷信。啊，六道真有，十法界真有，诸佛刹土真有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念佛真能往生。这个重要。啊，这一首偈，念老的注解说得好，要以至诚心，不二心，不二就是一心，一心一意，回向净土，求生极乐。啊，有这种心行的人，他是真正世界第一等聪明智慧人，第一等大福德的人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为什么？他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。证得究竟圆满的果报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苦口婆心，49年讲经教学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帮助众生成佛，而且说一生成佛，不要等待生。啊，一生就能证得究竟圆满，净土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。啊，他不要等第二生。活动老太太的故事，我相信在香港60岁的人都很清楚。啊，小时候听过这个事情。啊，70、80岁人都不必说了，没有不清楚的。啊，做了如是的事情，还有很多烦恼习气深的人啊，知道他回不了头来。迷在名利当中，啊，回头来的人，我相信有不多，那都成就了。故云呢，如是一心求净土啊，才有这一句经文呢。啊，如是像前面所说的。真正要下定决心，一心求净法，去求净土，什么都要放下。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也不管物。啊，人事物统统放下。我求生极乐世界重要啊，抓紧时间，不能等待了啊。佛则为之受记曰，佛给他说起，
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如是智人，临命终时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这个世界整个燃烧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们每天看到太阳就是火球啊，太阳是整个燃烧了啊，而且火焰非常之高，我们地球也在太阳是在的火焰里头啊，太阳比地球大31万倍啊，这是距离远呢、你看它燃烧的热散出来对地球这么大的影响啊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太空当中像太阳这种星球太多太多了，而且许多星球比太阳大得多啊，大几万倍的很多啊，这么大的星球统统燃烧起来啊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大三灾啊，大三灾是水火风啊，火灾能够烧到初禅天，六道都没有了，都烧尽了啊，烧到初禅天，初禅天也被烧掉啊，二禅没死，但是水灾就会淹没到二禅啊，三禅天没有水灾，但是有风灾，风灾把三禅吹坏，所以第四禅叫福田，它有福报啊，它三灾都没有，真正的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大善人生到那边去啊，他寿命很长，三灾达不到啊，我们这个六道里头不是没有佛地，有啊，佛地是第四禅的啊，大三灾没有，小三灾当然更没有了，我们地球这样的灾难的时候没听说过怎么去修禅定，修福德啊，就能升到四禅定啊。佛经里面有这个道理，有理论，有方法啊，可以依照这些方法了，慢慢提升自己。啊，方法里头有一个总的纲领原则，就是放下。啊，张家大师所说的“看破放下”。啊，看破，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放下，你就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了。啊，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如果真的放下了，那不是不执，是第四禅，比
比地斯坦高，那到诸佛十宝庄严土去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啊，真放下了。啊，虽放下，事上放下了，心上还有。啊，还有这个念头，但是这个念头很薄弱，它有定功，它有智慧，可以把这个薄弱的微细的念头扶住，它不起作用。这是第四禅的境界。四空天的境界比这个更高啊，虽然高，依旧是扶住习气没断呐。定功一旦失掉了，这个习气就现行，它就起作用。啊，这一起作用的，它就往下坠落啊，因为它上面它上不去了，啊，再往上去要真功夫啊，啊，这些大乘经上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清楚。啊，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。啊，这个大火可以通过。这是得佛力加持，也是自己修行的功夫啊，达到这个境界啊。古云：“家事大火满三千，成佛威神呢，现能超。”啊，佛的威德加持，你能够平安的超过啊。那么我们看现前举例玛雅的灾难预言啊，12月21号越来越近，许多人遇到我都问这个问题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我们的念头可以把灾难化解。啊，我们的念头不够啊，念头散乱的，也就是没有定力了，有定力可以，没有定力啊，只要一心念佛，不要去想灾难。为什么？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灾难，灾难就来了，你不想它，它就没有了。为什么要想它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想正面的去想负面的了？这是错了啊。那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水灾从哪里来的？贪心来的啊，贪心感应的是水，嗔恚感应的是火，火山爆发，
地球温度上升，从发脾气来的。啊，风灾从哪里来的？愚痴来的。地震从哪里来的？傲慢来的。啊，山崩地陷，现在常常听说，啊，水是流，土是流啊，山倒下来了，地突然陷下去了，怀疑来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是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行为。人要有这五样东西，灾难就显现。不是自然灾难，自然没有灾难，全是人不善的心行所招感的。啊，学佛的人把这个断掉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，这个自然灾害就没有。佛在经上这样说，我们听到半信半疑，很难接受啊。但是现在科学家承认了，对我们学佛的人增长了信心。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信心啊，佛是3000年前讲的，科学家是最近30年才发现的，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，正是佛经上所说的，没有错误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的居民如果真正觉悟了，断我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灾难统统可以化解。啊，这科学提出来的，跟佛说的相同。啊，几个人回头呢？几个人相信？多数人不相信，少数人相信管用。虽然不能把灾难化解，可以把灾难减轻。啊，相信的人越多，这个力量就越大。啊，绝对不要有负面的思想，不能有负面的行为，这就是救自己、救家庭、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。这个地区不遭灾难啊！我们坚定信心啊，要帮助别人，有这个信心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